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胡子。那么很久没做指甲了，今天这期视频呢，我就来给大家做一个指甲油测评。因为最近正好收到了 Miss Canning 他们家寄给我的指甲油一整套，这里我数了一下，一共是有16瓶指甲油。但是呢，我会从中选出一瓶自己最喜欢的颜色来给自己做指甲。我已经稍微修了一下我的甲型，而且我已经很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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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没有做指甲了，因为工作太忙了，再加上我指甲超级容易断。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其实最近脸上发生了一点小变化，你们猜我去动了哪些地方？好吧，其实是打了几针玻尿酸。之后呢，我之后如果你们想看的话，我出一期视频来讲一下我都打了哪些地方。我先选10个颜色出来，给我每个指甲上都涂一遍。我们先把这些指甲油颜色都拆开来，因为呢明天要去参加天涯明月刀的走秀，所以我要在今天就把指甲油给涂好，这样就能美美的上台了。哇，女生在拥有全套东西的时候真的是感觉幸福感爆棚，虽然知道自己根本用不完，就算手和脚一起用也根本用不完。我的天哪，这几个颜色看起来好舒服啊，你们快看，这就是糖果色吗？哎，5个正好可以涂在一只手上，绝对效果爆炸。哦，最后一个了，我拆完了，最后一个是这个薄荷绿，哇，好好看，给你们来个全景展示。挑出了自己喜欢的10个颜色，然后我们就来涂这几个颜色吧。但是我真的觉得很难割舍，因为还有3个没有涂上。那么经过刚才的几轮选拔，我最终选出自己最最最喜欢的颜色。你看我手上已经被我弄得五彩斑斓了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自己最适合这个颜色，是不是？你想5个手指都涂上这个颜色，跳舞的时候岂不是很漂亮？你们最喜欢哪一个颜色呢？如果让你们涂整只手的话，它这一批的饱和度其实都蛮高的，就是透透的颜色没有多少，有几个被我不小心蹭掉了，因为刚才还没干的时候我就要涂下一个手。最好呢是你有小姐妹什么的可以帮你一起弄，就是粗略的这样子看一下，毕竟这是一个新手也可以涂的指甲油，刚才我们只是为了试色而已，接下去我们就要好好的涂了。其实我觉得这种5、6个颜色混合在一起，有一种辣妹风的感觉。
有吗？等一下就可以直接用这个来卸指甲，还是蛮方便的，一下就可以把它都卸掉，跟那种光疗甲不一样，所以你想每天换一个颜色也是完全 OK 的。我觉得就可以以后根据自己的心情来，就比如说今天很开心啊，那你可以涂一个明艳的黄色和橘色。如果说今天你想优雅一点，对不对？比如说搭配什么小礼服啊什么的，你就可以涂这种红色的。然后心情很忧郁的话，你就涂这几个，涂这几个颜色，对不对？然后等一下涂整只手的时候，我会用到这两个底油和亮甲油，这样子的话涂出来的效果更加的好看。平时自己一个人在家无聊，其实我也就喜欢玩自己的手指甲，觉得特别好玩。看这个大拇指的颜色，我真的好喜欢好喜欢。其实这个颜色我也蛮喜欢，这个就很粉嫩，这两个就是完全不一样的粉嫩。除此之外，好像除了这两个之外，其他的都是饱和度很高的，就不是那种透透明明的感觉。但我还是喜欢，平时我还是喜欢自然一点的。其实我真的不是夸张那一派。刚做完美甲的时候是真的很好看，但是后续的话你们懂的，真的很需要保养。而且我又是那种喜欢打游戏的，所以经常做美甲就是打不了游戏。平常他们骂我菜，其实我真的不菜，好吧，我只是因为指甲做得太长了而已，这个借口找得特别好。我刚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底油给涂完了，现在等它干一会儿。这个颜色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别的颜色都是这么大的，为什么它会这么小呢？很奇怪，是因为这个颜色太好看，所以断销了，就只有这么小个的嘛。但没关系，这样小小一瓶也能用很久了。就是这个046 NG046， 给我买它，给我买它，这个必须要冲，好吧，这么好看，绝了。哇，真的好显白啊。你们还记得我之前手是什么颜色吗？我的手真的不算白。我们现在要涂这个亮甲油，这个亮甲油是整个指甲油的精髓，你们懂吗？这个涂上之后会更加淡淡。做完了，看我的指甲是不是超级好看，水光粼粼的，就像是嘴巴上的嘟嘟唇一样，真的是太完美了，而且太显手白了，跟它在一起我脸都白了，好好看，像红玛瑙一样，像红宝石，太好看了，太好看了，太好看了，太绝了。干一会儿，这就是我一直想要找的那一种颜色，你们明白我吗？我觉得女生应该都懂，都明白，就很新鲜，就很好看。怎么样，大家喜欢我选的这一个颜色吗？
这个百里挑一的这一款颜色，实在是太好看了，太好看了。但是 Miss Candy 他们家的这几款指甲油涂的都很均匀，就算你是一个新手手残党，你也可以很好的完美驾驭。好了，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喜欢这期视频的话，不要忘记给我一键三连哦。最最最重要的是，不要忘记关注我，糙汉小胡子，微博同名哦。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爱你们哟，嗯。